又是我老尖啊，可能而家果粉会比较期待就是上海的 iPhone 厂可以几时可以复工啊，因为疫情上的问题，很多的零部件会停产停工的关系，所以导致到现在 iPhone 会暂时减低它的产能啊，不知道几时可以复工呢。